谢谢。大家好，好，我姓石，石头的石，我叫石伟伦，伟大的伟，伦理的伦。我今天非常高兴，跟你们分享我对上大学的看法。其实我刚来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不喜欢，我觉得对我不好。我上大学以前，我住在香港，我觉得住在香港最好不过了。我觉得住在这儿的人对我好。我住在那边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，我不想回来美国上大学，但是因为很多朋友想回来美国上大学，我选了跟他们回来上大学。现在呢，我觉得上大学不错。其实我刚来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住的宿舍不好，这间学校公寓离学校非常远，除了非常远以外，那间公寓吵极了，我的同屋对我不好，他们不想做我的朋友。我住在这儿一个学期，然后我选了，至那个学期结束了，然后我就飞叫到新的公寓补课。我开始找新公寓的时候，我的朋友他叫 Caleb 找到我，他请我参加他的公寓。我一看他的公寓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。他介绍一下他的同屋，我非常快乐，我觉得他们将来当非常好的朋友。我非常想搬家跟他一起住，住在那边一定非常好，即使租金稍微贵了点儿，我恐怕我的钱不够。我现在觉得上大学非常好，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宿舍的公寓非常好住，我很喜欢我的同屋。谢谢你们。